差一分，差一分哦！内野哦，打到了，左外野打到了，结果最后赢的是黄志鹏，你看打到了，哇，志鹏真的厉害，很准哎，厉害厉害，有压力有差，我本来很怕那个挥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挥空，我就觉得一百分了，教练很会喂球，他还会这。半鬼，跟你讲说怎么打半鬼，再半鬼，对，阿力吧，因为我们是后宫的啊，对啊，所以阿力就说，打滚地好像就好了，对啊，就尽量往地上打，自己的队友当然要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拿张子贤的神棒，然后又有接到张志豪学长的打击神套，双方加持，然后又有一个打击王教我，哇，太幸福了。模仿秀正式开始，第二球陈奕迅看了看捕手，这一球抬脚之后抛出，詹子贤打全垒打 ，OK， 左外野方向看来这个是有了安打，你非常的好，飞行的轨迹 ，Over， 错不错？哇，那林东宇，林东宇在平射炮，打中了 ，Over。其实这个全垒打大赛，这一球。可以喘口气，喂球投手也是累啊，也要休息一下。我们的中南教练也是辛苦了。对，再模仿的是叶总的动作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打到后面是不是有点累了？对，有点喘了哈。对，连续打全垒打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没错。对，连那么不一样都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，那么一样，恭喜青青，比昨天进步就是好表现。对，一天比一天进步就是好事。对对对对。那明年先预约来打八支，至少八支，对对，然后决赛九支，要十支。Come on.